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张家园，然后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。我准备了一副春联送给大家。OK， 我这个属于临摹，不是我自己原创，我在网上随便找的。随便找的。看破世事惊破胆，然后餐后人情令心透，冷透心。横批，张家园写的。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希望疫情早点过去，希望求你了。